我已经住三天嘛，对啊，就第一天就对了，冷战对。他会来看小孩，但是他不能进来，他不能进来房间，因为房间只能一个人。说规定，因为防疫期间，对，只能一个人进来。因为我真的是会痛到，真的是会，然后会尖叫什么什么的，嗯，就可能就脾气又会上来，哦。我想说等好一点再说吧，那可能要半年啊。对哦，你们说会，因为真的不是我在讲，我那我讲出来的时候大家也就认同了，没有人，我现在很冷静啊，我觉得今天超正常的，这个期间他不能来，他来的话我现在想到他，我现在就很血压又要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住三天嘛，对啊，就第一天就对了，那才四天而已，还好冷战对，好，他自己会，他会来看小孩，但是他不能进来，他不能进来房间，因为房间只能一个人。说规定，因为防疫期间，对，只能一个人进来。因为我真的是会痛到，真的是会，然后会尖叫什么什么的，嗯，就可能就脾气又会上来，哦。我想说等好一点再说吧，那可能要半年啊。对哦，你们说会，我只是想讲真心的嘛，就是你知道这个不爽的时候是，对，我讲说这个也是就是学习嘛，然后那个时候的直播，我在那边开骂的那个直播，那个很多男生不敢出来讲话，所以男生是了解他的心情呢？我觉得男生是了解他的心情，那女生我很好了，女生是了解我的心情，一定会有看不爽的时候啊。一定，我觉得互相这个东西吼是一定要的，一定要。可是真的感觉到很敷衍的时候的互相，我觉得真的就是、受不 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要知道我看过多少人，那敷衍不敷衍，你一看就知道啦。对啊，对，可是我觉得希望他这一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能改进哦，能改进，就是因为真的不是我在讲，我那我讲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也就认同了，没有人，我现在很冷静啊，我觉得今天超正常的。这个期间他不能来，他来的话，我现在想到他，我现在就很血压又要高了，你知道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